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你真玩德莱文啊？我真会玩，这个游戏这么简单。以前不玩德莱文是因为对线强度太高了，来，这英雄打不穿别人就没用。现在真的是我是给你选的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你赶紧换技能，赶紧点天赋。我玩不了德莱文，我玩不了，我想看你玩一把。我乱杀，我乱杀。OK，信我，真的乱杀。OK，没问题。哎，勾他。他死了，兄弟！我帮你打。我操，他好像还出挺准。我帮你打。有高了。这边有高。有了，已经有了。好猥琐。不吃仙就算了。为什么这算过去？我很厉害的，我练过的。可以。跟那时候跟 solo 的不是一个级别的了。完了。这怎么就算了？我帮你打断他。我觉得可以打，我有治疗了。来，我有治疗，他们不知道。坏，我 A 了。两个人没闪，你慢慢的。完了，他也来了，兄弟。有助攻吧？有助攻还行。两个没闪。而且兵线可以，兵线都好的，兵线都好的。没有打断，逃逸。哎，我直接来干他们吧！他妈的，这个 A 两个兵，我三级了 ，A 两个兵，我三级了。再 A 一个兵。A 了 ，Go！ A 他，他会死。哇，可以啊！我这一回虽然我只 A 了两个兵，出来还是给了73块。岩雀就在这站里，我看到他了。等狮子狗吧，狮子狗来就可以的。哦，现在中路也来了，都来了，吐着兵线直接来啊！哎，怎么不能打、啊？我来打他了，可以打。是，哎，别去了，空枪。杀！你在看哪，狗子？我在看。我马上就。哎，我完美秒杀对面，他都有点不想死了。夏娜好像来了。哎，还能打、啊？来吗？来了。干！好。我操！但我的宝箱怎么又没有了？哎，别！来，我知道，我肯定知道，你放心，我老爷炮车了，我老懂了，老炮了，前我有点老卡了，兄弟。哦，要不直接越了吧？怎么说？这前拉肯定，哎，前拉不在，但是游哥，我别，我 A 一下，他们岩雀来了，杀岩雀，杀直接杀岩雀。哎，这前老好像是他们在打，我没大第一时间，有点可惜。没事，我第一时间没大就算了，我还没有斧头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把自己 A 段毙了，还是到时间了？我只能跑，就是他在放了个岩突，就是那个一，你捡不了那个斧头，我知道。哎，岩雀后面两刀。这老好像视频很吗？开玩笑，这游戏太简单了，跟以前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杀！我来了。没想到，太难了，我。这凭什么 A 到了？你看到吗？那么远！哇，兄弟们 A 的好远啊！牛头没大了，来。哈哈哈！我有点卡。Go！没事，我不挡着，我挡住。什么装备来着？穿甲的是吗？你快走，别怪我。我觉得可以打。完了，没打断到。啊！
完了，去往二连到了，完了。但是有兄弟来救了。应该不会被秒了。哎，我怎么走了？他们在躲飞的吗？你是不是自己动了一下？我自己动了呀，我不知道啊，他能带我走了是吗？他肯定能带你走啊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机制，我看他妈他在原地跳，我有点被吓到了。谢谢我儿子的火箭，感谢我儿子的火箭。哎，买什么来着？大爷，你闪的这么快吗？死神终结了！我操，这牛图，阿拉好帅呀、啊！塔姆人呢、啊？就完了，这人完了！哎呀，完了！我出黄蜂之力要不？还是只能出黄蜂？原来可以出盾弓啊！你这个石狗，我想想，出无尽吧，等会儿先这样买吧，先买个煎蛋。可以追一下，别秒。来，这个牛头，我挡住了，全部挡住了。小心后面有个那个。有的好弱啊！我操！还在操作。大白，那我教他用那个。哇，我他妈真的尽力了，兄弟！哇，我是真的尽力了这波。哎，我这波有狂风全杀了，我操！真的尽力了，为什么我们这个塔姆站得这么厚啊？哇，兄弟，我这波硬 A 死两个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打不过啊？我来看一下回放，他们在干嘛？我塔姆他好像也没血了，他也是被打的没血往后跑的。哦。完了呀！这又借助谁给我抱到脸上来了？因为我们这人老是不来正面是真没办法。不过你们这波好像还行，把这个人杀了的，留个没闪。哎，我黄蜂之力还他妈用早了，我真的服了，我操！来，等一下，我们少了。延续！哇！我已经把后面的人尽量控了。这他妈多好！这人确实能控制的起啊！他在我们家两个 buff。厉害，没了一波了，好像。能等你活吗？我16秒。这个人还把斧头留给我，我真的哦，他还把二连留给我，这个二流哥。哇，这么变态吗？对面这盘都能输啊，兄弟！我跟你说，我没伤害，他们在把你杀了。我们就赢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打的羊肉就是这样子，他们就只差你一个了，然后我们这就没杀。我操，好勾巴气啊！这都能输吗？为什么啊？也洗板呢？哇，兄弟，真的，我感觉我们。